Go ahead, sell me out, then I'll lay your shit bare. See how I'll li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. Don'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. There's a fire starting in my mind, reaching a fever pitch that'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. The scars of Adele 的 Rolling in the Deep， 然后非常开心这一次有机会，就是第一次来音乐节金曲音乐节的那边表演，然后也非常荣幸的能够获得入围这次那个金曲最佳新人，哇，好兴奋，哇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但是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好音乐这样。然后下一首歌我要带来的是我自己专辑的主打歌，叫做《多想将一切做得完美》。
是我自己 We Don't Talk 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，叫做多想这样切，真的 perfect。刚刚有唱了这个英文歌，然后中文歌，接下来我要唱我自己的母语，我是新竹的泰雅族，所以接下来我要唱的是泰雅，谢谢。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加入了一些电子音乐的元素，就有别于传统的感觉，好听吗 ？Thank you, thank you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唱的是英文歌，我在 YouTube 上面会 PO 一些就是除了专辑以外的翻唱，然后就是如果有兴趣去看的话，可以上网搜寻吕强双口里。然后接下来带来的是Price Tag， 可以跟我一起唱 Money Money。Yeah.
首也是那个也是非常是可以大家跟我一起合唱的 What's up 你们听过吗？
下来就是时间过得飞快，那我先喝水。是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了，这样。如果就是对我有兴趣的话，请上 FB 搜寻双口里蔷薇的蔷，不要打错那个蔷哦。就是他们都会 po 一些生活动态啦，或者是表演的近况，希望大家可以上去帮忙按个赞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唱那个 Adele 的 Don't You Remember， 希望大家今晚都可以记得今天的表演，然后过得开心。Thank you。现在是宁静时刻，挥挥你的手。